个楼梯撞吧，不要一直。对啊对啊对啊，我是在用那个楼梯撞、啊。我想说中有一个一直在挖，没有，我再多打住。其实他们已经快灭亡，灭灭光了。我挡到你啊，你是不是很不开心？没有，是你啦。哦，你们只要找个洞，安安全全。有啊，我们就是在洞里啊。啊。只是外面很多声音在围着我们。吵。这游戏怎么会玩那、啊、白痴哎、欸！为什么是永夜？不懂。我们那个等一下，这场可以再挑战一次，不要永夜。好。哦，沙子亮一下。你为什么要往后退啦？不是啊，等一下这边他会直接往上啊。打架了，打架了，打架了。没问题。要走吗？哎、啊，这会不会有怪物跳下来？等怪掉下来吗？会，抓个怪啊！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走我刚的路上来，然后……欸、不行，你的路很危险。就是一直跑啊，反正那个他们射不到。要怎么玩呢、啊？这个？你们现在沙子多少？零，二十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还打得到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打得到我？我在里面呢，他隔墙打我。我们规则好不好？他哥想打我。哎、欸，那边有很多木头，已经打完了，可以啦。只要把这上面头上这个打掉就行。我看看你们在哪。他哥想打我，没水准。要上去吗？有、欸、来僵尸哦。哇，就是这样刷怪啊。就小僵尸会打我们而已啊。哇，你们那边怪一直掉下来哦。你先帮我看有没有小僵尸就好了。没有。好。也都只有僵尸而已。其实我觉得原本我上去的路还是比较安全，那边顶多就被射一两箭，可是就 peace 了。你们先看，我看他们另外的人。另外两个是躲起来吗？还是？对，他们也是躲起来，可是他们有挖到树。他没有挖到树，然后他们躲起来。他们刚刚应该是那个挖一个沙子，然后被那个埋住，所以才会有那个埋死。哦，为什么打得到？饥饿了，没事。哦，你一下死。哎、欸，为什么饥饿？没有啊，斯克本来就会啊。斯克打完会饿啊。哦，斯克打完会饿。要不要吃腐肉？有、欸，你们这边可以上来了。真的吗？可以啊。对，头上打掉。上面暂时怪都在比较远。来，跟你讲，你们上去呢，会看到一棵树，往那个方向跑，但不是，不要去这一棵，持续往那个方向跑，更远方还有一棵树，那边比较少怪。哪边？背后有一棵，转错了。背后，我看到了，太多了啦，太多了啦！窟窿射击可以躲，窟窿射击可以躲，躲掉那些窟窿的射击就可以了。对，这棵很危险，这棵很危险。继续走，没事，对，白色你那边就对了，持续跑，对，不会被射到，我活下来了、欸，啊，又升怪了啦，右边，那有升怪，等下往右拐，就会看到前面有一棵比较大树，有没有？你死在那边是不是？对，而且那边树很，那是神木，很大，我的掉落物也还在，我已经打了七八个原木了，天哪！你看这边都没有怪，我们居然可以活着走到那个背后有木头可以跑酷进去。可是我刚刚在里面就还是被那个斯克打到，莫名其妙。杰克，赶快进去捡，掉下去捡。有，那看你们要不要往下了。那木头其实够你们用了，可以往下一点。附近又有那个斯克靠过来喽，他不晓得会不会隔墙打哦。哎呦，很小心。嗯，先小心哦。我看一下允约的位置，其实也很惨，可是他有木头了。有捡到木头吗？很心。等一下，你小心。我觉得你们两个要不要做把剑或者是那个斧头就过去找他？允约只剩三滴血。我跑过来了，一斧就可以干掉他了。你月只要一斧哦、欸，那个，你们谁有做合成台？那个点位，刚刚有放啊，是脚下不是吗？
你吸走了、欸、真的啊，你们再不去就没了。他在哪里？哪个方向？你好，你现在面向这里，转180就是背后好，面向这个方向，对不对？繁星，你这边的直走左转，走左转，对。来，那木头，那我木头先给你们。好，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他只剩三滴血，你们全部一起上。啊，你报位，快点，我帮你做。跟着繁星哦，繁星走了，就直走、啊、直走过这个这一个自己捡。然后之后一直往左边，那边就有一些怪哦，对对对，要小心，因为他在活在那里。走路走路，走吧。很难呢。繁星往哪里走啊？你们看到不？蜘蛛来，蜘蛛来！哎呦，他被炸死了。吗？我什么人都没有看到就赢了。对啊，我想说这要走而已。这根本就是逆境求生而已啦，白痴哦。这是永夜嘛，对不对？永夜啊，时间不会动。我看对啊，我看月亮没有动过哎、欸。哟，永夜应该调一下、啊。这地图不能这样玩啊。对啊，大魔哎。我拉你们。这地图不能这样玩啊！那你们是被埋死是不是？一开始就被围殴啊，没有木头、啊，被怪打死啊！不是窒息而死是怎么了？哦，就沙子掉下来啊！啊，他们躲怪物跑到洞穴里面，看我死路，然后普利在后面送葬。我是被斯可隔墙打。我在安全地方挨隔墙炮打死，斯可打完超痛的、欸，45点，白痴！我在悬崖边被僵尸嘟下悬崖，厕所一下被斯可打死啊！我们一开始也是在那个地底，你们在地表吗？地表、欸、地表哇，在地表、啊、地底旁边就是都怪，我们只能挖石头挖沙子。然后我们努力挖上去，一看到地表全部都是怪，傻眼，超傻眼。我们找到一棵树，大家互相拖怪，结果还是被怪。嗯，好累啊、哦，这一场怎么这么累啊？大家都在逃命呢、欸，怪物大逃杀啊，在悬崖边，然后没路可退了，不要。他竟然要打四只僵尸，他才能活下来。后面排队啊，空拳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活不下来了。莫名其妙，难度太高啦。哎呀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好，真是在赶上课。噔噔噔噔噔，哇，进来了，进去了，他连不进去了。这个可以这么多个人玩，这个地图就这么小了，应该很快就结束了。他怎么重开有 bug？ 对啊，这有 bug 哎、欸，这里有东西，有 bug 哎、欸，有 bug、啊。没有，你在那边刚好啊。他自己你好会修 bug， 他那边 bug 瞬间好了耶！哇塞，超刚好，超刚修理漏洞的、啊，专业修地图，真的。我不要跟你们讲话了。看到他刚原本是调那个，一开始就永夜啊，永夜啊，恢复正常。那这个是不是下面有废矿啊？有啊，就是废矿日。嗯，你刚死掉没有看？很多木头的地方。我刚死掉，我一直在看哈基跟雨月什么时候死。是有多想要队友死掉？好，正常。我看懂了，他这个树不是乱摆啦，他是摆个 UHC 啦。啊、哦。那、嗯、H 怎么歪掉？哦、没有，是底下 H 啊。下面 H， 然后上面 C。哦，我们还以为是蝴蝶结，蝴蝶结，然后乱拿就直接爆炸。来吃。啊，再来哦。嗯，它、啊、边界会缩很快哦，我调缩一分钟的。
没问题。说一分钟，这么快？就之前是说两分钟，就是说一分钟。好，如果说十秒，要不要咻就没？然后大家就被压死了。没事，没事。哟，不疼。不用动。蓝队，过来。要动。好，蓝队。嘿嘿 ，Go！ 腾腾，你还不下去吗？哦哦哦，我要下去哦。腾腾，你干嘛？间谍当习惯了哦。腾腾，我想腾腾在嘿嘿嘿嘿什么？你赶快下去啦！啦。这是哪里？哦怎么又是这种位置啊？还是晚上啊？哦，在白天了，白天，白天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先把挖叠上去。哎呦，现在挖脚下的沙子，应该是不会突然间整个沙布送。我上来了，个头，对不起。好，来了，我有沙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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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我从后面叠。有我吗？我也有沙子，我也要上气。我这里上来了，我这里上来了，我这里上来了。好，我这边上来了。对面也要去抢中间木头。啊！阿金，阿金啊！阿金拿到木头了，阿金拿到木头，阿金拿到木头了。阿金有木头。阿金不要走，不要追啦！人家再追就杀不送葬啊！那个中间很多人，中间很多人，中间很多人。都人就是他们全部的人都在中间。你来做剑，你做剑，你做剑、欸。工作台嘞？哎咻！哦，哎咻！我没有木头。哎咻！这个给你。哎咻！猪草会不会掉树枝啊？哎咻！你在哪里？哎咻！我们在打架！啊打！啊打！啊打！我这有斧头哎、欸！啊打！啊掉下去了！你看。哇！追到死掉啊！阿基剩一格血，阿基剩一格血。半格吧，那个，那就是他摔到他在中央吧？他在下面，他在下面，你们在哪里？我看中央有人欸。杰克，杰克，后面，往后走，往后走。然后你的左手边，你的左手边。这个洞吗？不是，不是，直走，直走，直走，不要下去，直走。这边，直走，直走，不是后面，回来。回来，这边。右手边停。哎、欸，直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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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发生什么事情啊？过去，过去，直走过去。看一下哈基是不是还在那边？哪里？哪里？哎、欸，哈基躲进去了。啊、哦，还有你们，还有里面，下面，你的右手边。右手边。后面，过来。下去那个坑。过来，后面。后面，对，你下来这个坑。停，你不要动，停。好，你的右手边。仙人掌，右手边。操你的嘞！没有啦，你看那个仙人掌，你前面那个仙人掌，左边、左前方、左前方，不要让我骂脏话。左边这个坑，左边这个坑下去，往前走，下去，他在底下。你从旁边。对，下去。没有要找我了吧？没有啦。他们，哎呀，他就上去了。后面。哇！后面，我纳吉，纳吉摸他，纳吉摸他，是纳吉，那个是纳吉，纳吉后面有哈吉的巧克力，哇！没有办法，我先弄。哎，杰克，等一下，杰克，等一下哦，他要靠近你了，他要从上面靠接近你了。你先往前走，进到那个有洞窟的地方，往前，后面，对。不要让我骂脏话。这个人哦，很不受控哎、欸，真的。太笨，哈基在你头上，所以剩我一个了吗？对，对。嘣！哎，哈基摔死了，他去找人，信不信？哦，不是他。那一点血，他要去当天眼。你要被羞辱还是自杀嘞？我选择自杀。你选择死亡。
好吧，你选择死亡。砰白痴哦、喔欸、他们完全没在找你耶，还是因为哈基找不到你？他应该可以直接传送你啊，可以传送啊，对啊，他应该可以传送。杰克真是不受控耶、欸、没有，我哪知道。我的然后右转左转你还是会左说。左右不分。那你是不是想用棒棒捅死哈基？我刚刚出去找个棒棒回来，我的队友都死光了。哈基就刚才被我打到 剩一半格血吧？哦，没有，打到剩一格半，然后掉下去又摔又摔半血。他最后走着走着，忽然间跌倒，跌到、哦。我以为是要找那个嘞。找杰克在哪里才故意死的？没有，我就说大哥心没有没有，他完全是自己蠢死。说我想让我按个 F 5往后看看杰克有没有在后面，不知道我走一走掉到洞里。你知道我的导航不太好吗？不是，我们导航很好，是你思路是司机不太好，司机不会开，不要怪导航，司机问题。对啊，司机不听导航的话，我对啊，我自首就好了，干嘛要转转，干嘛要右转？你为什么会被自己而擅自转弯？因为想说哈基死掉就可以变天眼啊，而迟早都会死。这个我选择死亡。哇塞！no， 我们还是生在下面哎、欸。你们又在下面？对啊，对啊。可是你们离哈基蛮近的，你知道我们一开始的时候。就是看到远方有那个神木，我就说哎、欸，往神木走。他就说哈，这里就有木头了，我去这里。哦，这么近哦，就被你们围了。上来就被我揍了、啊。选择错了。你知道底下有一只酷光在看你们吗？啊！啊这种空岛地图都好坑哦。很恐怖哎、欸！不然下次就开地图啊，超黑、嗯、地洞，一开始都在地底啊。有没有地狱？有啊，上次玩过、啊、地狱之前玩过啊，有吧？之前玩境都在地狱啊，有啊。来，那次他有没有跟到？不然看能不能设计成两队，一队出生在空岛、嗯，一队出生在地底，看这样子。也隔太远了。嗯，不过重生位置好像不能调吧 ？No。哎呀，